研磨代表他工作就先他来逆时钟研磨跟逆时钟研磨的哦，好，这个有点难办哦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叫做磊波来念字，磊波，他今天跟我们火饼箱的原理都是一样的，利用啊一定的高潮把我们的五谷杂粮磨成细粉。可以研磨了，可以开始了，可以开始磨了。第一关不磨，然后这些要倒进去。等一下，不要急哦，不要急哦。那要磨的，顺序哦。黄金的它是用那个一颗木哦，黄金从没洗，金黄色，它也是一个。
越磨越细，越磨越香啊！来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磨到最后出竹子油啊！啊，你们都闻到香香。磨到最后会出竹子油啊！加油，越磨越细，越磨越香啊！慢点，拿着，拿着，拿着。